龙眼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。头都很淡。今天是我龙眼生日嘛？哎，大家其实你知道吗？我生日啊，跟我结婚纪念日同一天。我却在这边，你知道吗？完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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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。所以我跟李子就是掏了一点钱，买了吊嘎、吊卷，直接一套。对，然后试着玩看看片甲，因为片甲我们好像都没玩。对啊，平常我们小高佬都送铁板，然后这次就是我们三个都尝试玩片甲看看，那就让我们来 go。好，现在是要钓天涯前一定要做一个准备程序了。对，那相机通常我们都会先买福寿红饵，对，主要只是我们要盖住那个腥味而已，因为扇把它那个有油脂，有油脂会渗入到指甲。先倒一包，好，先倒一包，然后之后呢，扇把主角来了，对，all in，全家不啰嗦，哎，不要碰到我的手哦。那你等一下怎么办？来来。充分的给它翻炒均匀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样子拿出来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油味这样子。OK， 接下来就是主要上饵的部分嘛。好。这个你很奇怪。一样嘛，我们就把它挂上，就直接挂上去就好。剥开给你看一下，皮槽上。哦，皮槽上。皮槽上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不容易被咬烂的。啊，如果你皮槽下的话，那小鱼来啄啄啄一下就烂掉。哦。皮槽上之后。然后就把它肚了以后啊，其实都会让它多出一点点，一个尾巴这样子，就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。还要绑个铁丝吗？对，有绑个铁丝。Magic， 再一点。那像现在还没出船嘛，我们通常都先放旁边，先吸着，给它吸多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换的时候你比较好换。OK， 好不好？丢40吧，还是还有在抖，可是在抖哎，白带吗？开奖哦，天雅，有对白带，来哦，钓一把，细脆可以，细脆，天雅刚玩天雅的，大家常说潮汐嘛，对不对？早上的潮水叫潮，晚上的潮水叫汐，在经过晚上的潮水淬炼后，硬邦邦的大龟。细脆就诞生了。那三只只有11公斤嘛，淡寒水通用。除了像我们今天钓白虎、白带和尖仔虎，然后淡水的雷强啊、雷强或是钓鱼虎什么的都一样可以用。正所谓细水如烟，火入水为脆。那今天就是用这个细脆全套来挑战钓白带啦。有白带，有 OK。那我也有，那不该也有。钓鱼吧 ，OK，Come on， 好不好 ？Come on， 哦，白带哦，不错，好像棒啊！哦，这只算是今天最大的了。Godo， 爸，蜥蜴的霸主就是科摩多啊！那今天科摩多在海上。再来挑战天涯。那科摩多它其实本身呢，卷的系列啊，也可以暗抛。我用科摩多比较轻松一点，是用这块摇臂把它加长一点点。改了。怎么样？
那我今天用的是凯莫斯，常见的就是淡水路亚系列。那这是难得船钓也用了凯莫斯的这个东西，哎，这样不错。对，你看这个杆头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杆头？这个叫 URF 杆头，等于说它的杆头在保有实心尾的灵敏度之外，还增加了它的强度。哎，这拉起来非常的轻松哦，这个非常的轻巧。来，OK， 得吧，得吧，哇，二杆。刚才已经先中一只了，那我现在就再继续用用看。哦，中白带吗？你在做什么？啊？知道，要挂几板。好，看到影子了。哦，大透哦，大透透。哦，这是大的。好大。打40，都是炮管，40张算炮管。太40了，几岁？哦，原来是杆子厉害。耶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又有了几米啊？40几啊？我是怀疑龙爷是不是都骗我们？拖了车来就偷抽啊？对啊，中了。喂，他吃铁，哎，他吃天涯，什么鬼啦？中了，中了，一样 size 哎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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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了，应该是抖抖鱼，有一只，哦，挺可爱的，小阿吉，好像很重哎，哦，我也中了，我是透抽，是透抽，嗯。耶，加一半，哇哦！这些钓组还真的蛮好用的。对，然后我看你们这边透抽啊，然后还有那什么，那边叫什么？爆盘了，对对对。然后龙宇先生快乐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OK， 那就这样。OK， 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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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